好啦，咁啊呢度翻嚟 part two 吓，呢个朝廷教廷第一驱魔人成呢、这个14个月大 B B 女驱魔命案事件。好啦，咁啊呢 part 咧 part two 咧就主要讲啲咩咧？就系、是、系、我觉得系精华部分啦吓，就系、是、究竟 B B 以我睇会唔会真系有附魔咧？另外咧，戲裡面咧個情節咧，即係嗰個驅魔人嗰套戲嗰、那個情節咧，究竟咧係唔係可信嘅咧？咁樣咁咧，以及咧陣間咧會有啲歪歪嘅結晶嚇，俾你哋知下嚇。咁、我就慢慢逐句嚟嚇。好啦，咁啊 B B 命案呢單嘢咧，就係、是、大家如果唔知道前文後理嘅話，真係上翻去上面拍 a r 嗰一條片去睇。麻煩曬咁樣啦，咁咧就係、是、大約就係講最近嗰、那個啊一個14个月大嘅 B B 女俾父母話係幫佢驅魔，咁就連續驅魔咗11个鐘頭之後，咁跟住咧就被發現掛咗啦，掛嗰陣時咧個尿布咧就包住咗個頭咁樣啦。好啦，咁咧就係 B B 案裡面咧就係咧嗰個關於即係。那個爸爸媽媽自己話佢哋自己係被鬼附身啦，然之後再話個女係都有鬼附身啦，跟住咧作出呢個 DIY 驅魔方法咁樣樣。咁究竟佢爸爸媽媽嗰個附魔個機會咧係唔係大咧？喺我個角度睇咧係大過個 B B 咯，我會咁樣睇，咁樣講啦，不如呢句我會比較肯定。咁咧就係、是咁呢個爸爸媽媽咧係遇到鬼附身嘅機會相對普通人為之大嘅，咁因為佢哋其中據報道所講啦，就係佢哋屬於基督教裡面嘅靈恩教派啦。咁好啦，咁啊點樣理解靈恩教派？我需要好小心咁同你哋講啦。咁請你哋 refer 翻第一條片嚇，即係上一條片嚇，即係 part one 嚇，咁咧就有講及靈恩教派嚇，我唔想一竹篙就打曬一船人嗰只咁樣啦，咁啊亦都係即係費事大家都唔知係啲咩嘢，以為成個基督教都出曬事嗰只咁樣，就唔係咁嘅意思嚇。咁啊點解我會覺得嗰個爸爸媽媽附魔個機會會大過 B B？ 第一，爸爸媽媽係靈恩教派；第二咧就是、B B 仲好細。咁咧，因為咧附魔咧要即叫做咧鬼上身嘅其中有一個 criteria 啦，叫做即有個有個入門嘅一個requirement 嘅，就係咧係需要嗰個人係將思想放空。咁啊，以一個14个月嘅小朋友嚟講咧，就係、是、應該就唔識乜嘢叫做思想放空。咁咧，佢嗰啲發吽鬥咧，同一啲譬如話係用譬如練氣功啦，或者係練瑜伽啦，嚇，或者係譬如去將自己擺出嚟去問玩碟仙啦，玩筆仙啦。問水晶啦，嗰種放空係唔同嘅嚇。咁、咧就 B B 咧就以我所理解咧就係現揮嗰個魔鬼上身嘅機會係零咯，我會睇。咁但係咧代唔代表完全一啲機會都冇咧？就我唔敢肯定呢個位，但係我覺得係以我聽過嘅嘢同埋見過嘅數字嚟講，我覺得去到咁細個嘅 B B 而出現被附魔嘅機會係我冇見過啦，或者叫做咁咧就咁，因為佢需要係嗰個思想放空啦，先可以即係簡單嚟講，即係佢放空，然之後就係你俾你呢個能力俾我啦。譬如嗰個能力係我想知道預知未來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嘅，唔係推數嚇，唔係講嗰啲八字推數，而係咧即係譬如去問水晶靈擺啊嚇，或者問嗰啲得罪聲講句，譬如好似符機嗰啲咁樣啦，或者係嗰、那個符機，梗係唔會咁個道教，佢哋一定唔會咁講，一定會話：哇，冇搞錯，你即係你咁樣講我哋嚇嗰啲神靈嗰只咁樣咯。So sorry， 我都話 so sorry 啦咁樣。咁當然你有你自己嘅睇法個 belief 啦，我亦都有以我所知道嘅嘢咁樣樣啦。咁我成日都講話，你哋知唔知你哋信嘅嗰啲嘢背後是什麼啦咁樣樣，咁好 anyway 咧就係 B B 未去到自由思想，未去到思想放空，鬼符成功需要 invite demon 嘅，即係 invite 嗰個
嗰、那個魔鬼嘅。如果大家係有時間嘅話，可以睇一睇今次呢一套驅魔片啦，最新呢一套啦。咁咧有一個情節喺接近尾聲嗰度，係嗰、那個驅魔神父咧，為咗要保護其他被附魔咗嘅嗰啲人啦嚇，嗰啲嗌佢做病人啦，好冇 ？OK， 咁咧就係佢咧就係、是、同魔鬼講你。走去即係叫嗰啲魔鬼去佢想去佢嘅身，就 instead of 咧就係想去佢其他嗰啲人，佢唔想睇住其他人受苦，咁咧就覺得咧你叫佢哋想去阿神父個身啦嚇，咁等阿神父自己親自處理。咁後屘阿神父咧係諗住咧係去吊頸嘅，佢又真係有做自殺呢一個動作嘅，咁但係魔鬼唔容許佢死，因為魔鬼想佢。想經神父帶呢啲魔鬼咧入去教廷嗰度整蠱作怪咁樣啦，咁所以咧就係唔俾唔容許神父死，係唔用唔係呢個係神父係啦，唔容許神父死咯。咁就咁呢個咧就係出現咧個神父咧主動言喂啊，你嚟我度啦，你嚟我度啦咁樣樣。咁咧就係呢個叫藉住思想放空，願意去俾佢上身，跟住真係。就走曬去佢嗰度，咁啊顯喺套戲裡面係阿神父顯出係喺度個魔鬼喺佢身上邊同佢自己本人嘅自由意志之間嘅爭鬥咁樣樣，呢一 part 係其中一 part 好睇、好緊張嘅一個位嚟嘅。咁咧就所以係啦，咁整體嚟講，我就覺得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因為 B B 都冇唔識做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咧就估計係冇事嘅。咁咧就仲有一個環節嘅喺套戲嗰度，就係咧阿神父咧係追問咧究竟追問上咗去嗰個細路仔嗰個應該一個幾歲嘅細路仔，即係十至得十歲啦嘅男仔咧。問佢裡面個魔鬼，你究竟點解揀咗佢咁樣咯？咁咧就後屘咧攞到整體嘅答案咧，就係、是、應該嗰個男仔喺鬼父上身之前嘅一年咧，就親眼睇到佢爸爸咧係喺個車禍嗰度俾一啲尖鋭嘅物件插咗入個頭嗰度，咁咧就係、是、對於佢嚟講係極度恐。放呢個 memory 係好驚，咁所以佢需要嘅心靈依靠係好巨大，咁咧就唔好彩地啦，似乎咧 implicit 咧，我嘅演繹咧 ，implicit 咧就係佢依賴咗一啲魔鬼嘅可能係啲誘惑啦，我會咁樣講啦，咁不過咧。我想他們因為都不想 promote 這個位置，所以呢也都是很水過鴨背這樣呢輕描淡寫就過了這個情節去這樣。好啦，咁仲有呢一樣嘢呢就係、是、因為呢個爸爸媽媽呢就據說呢就係、是、爸爸呢卅幾歲嘅就係兩個都係32歲卅三歲嗰啲咁樣，咁呢就爸爸呢就有 depression 啦，有個抑鬱症嘅，咁呢就係、是、而呢好多complain 自己唔知係咪俾鬼上身呢嗰啲人士嚟講呢，其實呢就係、是、有好多呢其實都係屬於精神性嘅問題，就唔係鬼附嘅。咁呢喺精神性嘅問題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呢，其實喺精神科嗰邊呢，以我理解呢，佢哋呢就係、是、精神病問題就會係可以用精神治療精神病方向去醫你啦。咁但係如果嗰個病人對呢啲嘢係毫無反應嘅，即係譬如俾藥佢食打針俾佢係毫無反應，唔係一個正常病人得到呢啲 treatment 之後嘅一啲反應，而同時嗰個病人亦都展現咗一啲非尋常嘅力量，而呢啲力量似乎唔應該係發生喺人類身上邊嘅，咁咧就會係會係有可能咧，就係即係要開始去諗會唔會係同鬼父有關係啦。咁如果我尋日嗰套戲咧，就如果按嗰套戲裡面個內容所講咧，阿神父咧係咁樣講嘅，即係阿 Martha 啦，神父就話
咦，佢見過個案嚟講，98% 咧都係同精神病有關，有2% 咧就係同鬼符有關嘅嚇。咁咧就咁當中咧都應該係有一啲係又有精神病又有鬼符嘅。咁應該咧若果真係有有 info 呢啲咁樣，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呢度應該有條數重疊嘅。嗰一嚿咧，那個 common part 咧就係精神病同埋鬼符嘅嚇，咁但係 anyway 啦，喺條片嗰度佢哋都唔係一啲，即係唔係一啲所謂唔係一啲數理化嘅片啦嚇，咁所以喺呢個位嗰度，究竟精神病加鬼符係究竟幾多個 percent 就冇好 specific 咁樣講，睇上嚟好似喂呢個加呢個咪100%，仲有一忽係咁樣嘅咩咁樣咯，咁咧就anyway 咧，即係大約攞個 concept 之後，我哋都係唔好同佢拗呢啲數字，究竟有咩反駁，咁就如果是那個當事人呢本身是又有似乎又有精神病又有鬼符的話呢，應該先醫好了精神病那邊先，然後處理好了或者受到控制了，跟住就搞埋鬼符，如果不是太 mix up 呢，都是在那個驅魔的過程裡面都是比較難一點的。好了，那就當然有人呢就會問啦，在這個這套驅魔人生這套驅魔人的個內容來說，情節是不是可信啦，那這裡呢 YY 就絕對可以寫一個 yes 下去咯，這個呢裡面的情節呢也都是跟我過往的認知啦、witness 啦、聽到啦、親耳見到啦嘅聽聞咧，就有好多位咧都係好相似嘅，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強度冇咁強咁樣解嘅啫。即係我幸好我見到嘅嗰啲強度唔係好似嚇尋晚嗰套戲咁樣啦，即係將嗰即係嗰魔鬼能夠三番四次將入去房嗰啲人咧，就係掟到又想掟天，又掟出門口，掟爛曬啲玻璃，即係將成個人飛起咁樣啦。跟住又能夠將牆上面嗰個十字架會咁啊倒轉啦，咁啊跟住咧又好似似乎可以拆開幾個身咁樣咯。其實可能唔係一個魔鬼嘅，通常以我理解見到知道嘅咧，同埋我喺嗰個見到嗰啲驅魔 section 見，即係親眼做 witness 嚟講咧，就係嗰啲魔鬼好多時都一堆堆咁樣出現嘅。好啦，咁咧就我哋其實係點樣去睇到一個人究竟？是不是被魔符呢我就不想就這樣在這裡就這樣說出來，因為不知道大家那個講者無心聽者有意，有些演繹而製造了一些悲劇出來都未定啦。但 anyway 呢就是整體一定沒錯的了，譬如呢他們的相對來說呢那個樣子是比較猙獰一點啦。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曾經見過有些吸毒的病吸毒的人或者打毒針那些人呢上了癮那些呢，那他們都是那個眼神啦、整個樣啦、氣色啦、那些嘴唇色啊那些咁樣咧，都是那種帶有一種不是普通人不是咁樣嘅嗰種真靈，甚至乎我可以話咧，同呢啲有啲。似即嗰啲咧，對眼唔知點解好戚嘅，個嘴咧唔知點解又係即個嘴係咁樣嘅，咁樣好戚嘅嚇，咁樣跟住塊面咧係一種尖嘅，好似辣椒咁樣嗰種尖嘅，我唔知點樣講俾你聽。咁咧就好啦，另一樣咧就係咧力大無窮啦，係呢啲鬼符嘅其中一個特徵，所以佢哋當發作嗰陣時咧，即係個鬼要現身嗰陣時咧，或者係要攻擊前邊個驅魔師咁樣啦，或者驅魔者咁樣啦，咁佢哋都會顯得係冇辦法可以綁住困住佢哋，可以就算幾緊啊嘅手鏈都佢哋都可以掙脱到啊咁樣啦。咁而喺尋日嗰套戲嗰度有一個位係幾嚇我嘅，就係咧其中佢有魔鬼附咗喺嗰個一個少女嗰度啦。嗰個少女咧嗰個形態咧係好似一隻蜘蛛咁樣咧，按住成手腳咁樣打平咁樣啦，就係成個身體壓到好低咁樣咧，係喺個地下同埋喺啲牆嗰度去爬啦咁樣。咁我覺得係相當之驚嚇咯。咁我其實我哋想即係最衰係神父已經走咗啦。如果唔係真係想。向佢問一問，究竟係咪真係去到咁樣樣咯？咁
同埋喺多次嘅嗰個叫做驅魔嗰啲戲嚟講咧，都會係出現咧嗰、那個被鬼附嗰個人物咧，會出現被升到半空嗰種狀態咁樣。咁啊，呢啲係呢啲我呢、這個位我唔敢講係咪可信，但係因為嗰啲力大無窮啊、憎靈啊、扮一啲生物啊、扮蛇啦嚇咁樣啦嚇、啊，去扭動各即係扭動身體，扮蛇扮豬啊，周不時見到扮蛇扮豬，咁咧就學蛇講，即係學蛇身嚟蛇舌嗰只咁樣都有咯。咁咧就係、是所以呢個係可信嘅喺相關呢啲位置，聖經、聖水、聖物嘅效果，以我嘅理解所見到嘅係有用嘅。但係咧就係、是、要來自本身嗰個人係有一個信念啊，要有一個信念，即係譬如好似神父咁啊，當然有信念啦嚇咁樣。咁咧就係、是、另外。驅魔係祈禱嘅驅魔效果咧，亦都係同我所認知所見嘅係相符嘅，即係戲裡面同我真實見到嘅係相符嘅。跟住咧，另外咧就係、是、深信及肯定神聖魔書嚇，神會聖魔書嘅嗰種意志力係必須要存在喺度先可以做到驅魔。咁另外咧就係、是、天主教黑暗使成為天主教深藏嘅罪嚇，咁、啊、咧就令到喺呢套戲裡面咧有個天主教嘅一個黑暗使係發生喺嗰、那個嗰、那個 chapel 嗰度啦，即係嗰、那個。那個叫做教堂啊，嗰度啦，咁啊令到魔鬼係因為有心，即係知道天主教有深藏嘅罪啦，而就係捉住佢呢一個罪咧，令到佢乘機可以控制人，甚至控制神職人員咁樣咯。咁去到呢下嗰陣時咧，係其實喺度戲去到嗰下嗰陣時咧，咁我係突然間諗起咧，喺天主經裡面咧有兩段小經文咧，係我自細都會覺得點解會有個咁嘅經文喺度嗱。如果大家識念天主經嘅，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去到呢句，我自細都領略到明白佢講乜嘅，但係咧佢話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我就唔係好明啦。點解佢無端端講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究竟個用意喺邊度咧？咁其實 actually 尋日套戲係有答我呢一句 puzzle 咁多年，即係所謂幾十年嘅 puzzle 嘅。仲有一句都係喺套戲度答到我，不要讓我們免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咁我呢、這個呢兩句我而家我以我嘅體會，我覺得係直接係同呢個魔鬼對女嗰陣時所遇到嘅狀況，就係 target 住嗰種狀況去出呢一句咁樣咯。咁佢寫住個名字就係話呢兩句令我明白啦咁樣咯。好啦，咁啊呢度咧講講 YY 結晶啦。咁其實咧，我想咧喺我個 channel 嗰度咧 deliver 到一個概念俾大家嘅，唔多唔少。我覺得亦都係我喺呢啲 YouTube channel 裡面想俾到嘅，即係想做到嘅一個 mission 啊，就係咧。爭地盤的概念就是呢神和邪靈之間爭地盤的概念，你們要幻想人類靈魂是一個地盤來的，你都是一個地盤，我都是一個地盤，神想爭你，魔鬼也都是想爭你。好了，那神的無論是什麼宗教，神、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以我理解譬如佛教、那些樣、或者是、即是悲喪可蘭經我都有看過看過啦，那就是、自由意志就給了人了，做不做你自己去決定，那就是這樣，哪樣對哪樣錯你自己去判斷，自己去落墨做。 那就所以就會出現咧，就係人類係有得佢放任啦。喺個神個角度嚟講，我俾自由意志你啊嘛，你自己去決定噶嘛。咁
而魔鬼亦都趁呢啲咁嘅机会，所谓叫做神愿意俾自由意志俾人类咧，就魔鬼喺呢个中间呢啲咁嘅环节时间咧，咪尝试去引诱你行去佢嗰边咯。所以咧，其实喺阿 Y Y 嗰个即系苏花咁多年认识嘅所有嘅玄学嘅情况，炒埋一堆之下咧，我系觉得咧。是神同埋邪魔系喺度争紧人呢个地盘，咁我呢度写低系话系一句，就算大家唔信有神都好，你保持住做我就系人类一个普通嘅灵 ，OK 冇问题，但系你哋唔好俾魔鬼抢咗你哋个灵魂去，我就想讲呢一句咁样咯，咁呢度都多一句係相对嚟讲都係另一种敏感啦，就係喺术数界嚟讲，我係见到的，而且佢係活生生咁见到有一啲人，有啲业界嘅人士，佢哋係帮緊魔鬼做嘢，係蚕食緊人嘅灵魂，令到人出现推咗佢哋去咗呢个邪灵嗰方。简单来讲推了他们出现鬼符的状态这样咯。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他们这些所谓我在我的角度来讲是一些法又是得罪讲声法术的东西法科的东西其实是对人的灵魂的污染是很强的。我希望大家在认识术数呢是不是被魔邪灵去引诱咗去咯？要识嘅，慢慢学，好好地咁学，由根基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咁样去学术数咯，而唔系求啲什么超能力，或者系求啲什么冇学过而会突然间有能力嘅嘢，譬如头先所讲嗰啲谎言咁样。好啦。可能去到呢句，我唔排除都应该仲有好多人都系唔系好 get 到我讲啲乜嘢嘅，将你 get 到嘅 get 入耳线，唔明嘅喺下边留言栏嗰度尝试睇下你有啲咩 idea 性上面嘅分享啦，或者系疑问咁样啦，咁大家交流一下咁样啦。好啦，咁今日 YY 咧就暂时咁多先啦。咁啊呢两条片加埋咧成40分钟喎吓，咁啊多谢你哋用心去听，同埋有 patience 去听晒嗰只咁样。咁啊都系补翻一句，大家如果想揾我睇八字风水择日改名嘅话咧，记得留意我片头嗰条巴上边就会有我 email 噶啦。咁如果系觉得我可以帮到嘅话咧，就可以留个 message 俾我喺个 email 嗰度啦。咁我本身有接开相关嘅生意，咁如果中意呢条片嘅，记得俾个 like 我。暂时咁多先。